好，那我现在接下来要介绍这个是考试哥。考试哥的话，它主要是末端后面这个字哈，后面这个字都是我们宜兰的腔调哈。宜兰的话讲台语的话，后面都会有那个像水水啊、加杯啊，这个是我们宜兰的腔调哈。那我把它唱成考试哥喽哈，来。想到考试，我就心头碎。哒哒啦啦啦啦滴答，唔敢打入学校门，我三对吃好一对杯，上惊日出天渐归。是袂了水，老师若想起面啊是微微微，我甲物理艰苦是苦啊累，我想买个厝饼，又搁惊人来拍脚吹，哒人哒滴啦滴人滴哒，好，谢谢。Yes.